冰箱里是不是有那个冰淇淋？哎，什么口味的都有，一会儿什么都可以吃。我最近在戒糖，你们先吃吧。哎，小美叔，你根本就不用减肥，你再减肥人都快没了。不，瑞哥，你娶我干嘛呀？吃你的饭行不行？这么多菜，你读不住，吃。我再去洗点菜吧。我帮你吧。吃你的饭。我们宿舍那个小百灵，你记不记得？小百灵。他妈说让他最近去相亲。我天。哎，没毕业能着什么急啊？况且小百灵长得那么漂亮，着什么急？他要跟相不相亲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小美春，你家不会也是这样安排的吧？多傻呀！傻吗？哎，傻呀！谈恋爱呀，是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。你看这相亲，他就好像啥呀？大家把条件和要求都往桌上一摆，比比这家，比比那家，跟菜市场似的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目的明确，条件透明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散，挺好的。啊，小美春，你不是真这么想的吧？先不说相亲的事儿，不是庆祝我们俩搬家吗？那个，行，瑞哥，你等会儿。小美春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太危险了吧？我作为你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我必须得帮助你劝告你两句啊！这谈恋爱它不是交易品，你得找一个你喜欢的人，这样才能快乐呀。你怎么知道我真心喜欢他，也喜欢我呢？小美春，你有真心喜欢的人了？谁呀？我们认识吗？不是，那不能吃饭了啊！这么多菜吃不完，一会儿全塞你嘴里。我跟你说，快给我吃，口水喷一桌子，赶紧的呀，吃饭啊！吃饭！不是，你们今天怎么都这么针对我呀？我赶紧吃吧，瑞哥，我先走了，一会儿再找你。不，我送你，怎么又走了？这还有一堆菜没吃呢。不是，人家女孩子回家你不送一下呢，多危险呢！不用他送了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干啥？你还想让我剁你是不是？快了，哎，快点。